谁塞满了我的书包？是谁钻进了我的大脑？让我用模式化来思考，分数是指标，分越高越好。是谁偷走了我的骄傲？然后换来了我的胡闹。是否是因为我们够好？优秀是指标，第一名最好。啦啦啦，谁塞满了我的书包？是谁钻进了我的大脑？绝。